看麦克风没开。这是因为这次的开发，这是友达风电的岸场啊，这个总共100多公顷啊，总要开发41公顷的风电岸场，那获利蛮大。其实会简报这一个，是因为上次居林密在主持的时候，我刚好是主持到农委会一个那个生态敏感区那个地图，然后这次的案例是蛮特别，是在说这是别人整理的。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留下一些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留下一些日军的遗址啊，这遗址石头，这遗址是目前，是目前是唯一没被美军轰炸过的遗址，啊，也是说，来看一下。它里面有60多座公司军事营，然后整座山其实都可以穿来穿去。啊，那里的原住民或是小时候在那里玩都知道。啊，这是非常大的。其实，在那一个二战的时候，因为麦克阿瑟那时候为了面子，所以他反攻菲律宾，所以美军就没回来轰炸这里。然后二战的时候，这是目前二战留下来最完整的世界遗址。然后等一下让大家看照片。然后其实同样的地方啊，以石头很同样的地方是在硫磺岛、贝里柳、啊、还有冲绳，其实都有二战的遗址。可是这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受到那个轰炸过的。可是唯一保留下来就是这在访寮，就是石头这个地方。可因为现在是受到供电开发，可是供电开发里面有写到一个东西，就是遇到文化资产，它必须停止这个东西。可是因为只要文化资产要属地方政府认定了。然后这是当时他早期的那个屏东访寮的那个二战的时候公拍图，这是我们那个他们调出来的。你看龙拱康的料，伊这是咧海防，他还插那个哦，对，那禁止人家抢滩登陆的。啊，其实以前呢，他还有一张旧的，这个就是二战的1945年的时候，那、啊、他其实他就是那山，他整个山里面都是山洞穿来穿去的。啊，每那几座山，这里。这里访寮，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真的保持最完整的那种空照，可是因为现在要盖工地，等下跟大家看，然后再拉下来。这是他们在战事的那个，这很聪明，是他这是盖，刚才看到那个山，这个是盖在山的背后，这是司令营，因为以前的炮弹是抛物线的，所以他盖在背后打不到啊，因为后面国军有在这里，这里面的司令营。啊，其实来弄给大家看，啊，这是它里面的那个通道很多，非常的多，总共60多处。啊，这个是放那一个大型的那个机枪堡，就是很大，就是它有分大、中、小。啊，当美军上来抢滩的时候，会有一大的机枪堡去轰他们。啊，以前这其实上面都是钉满木头的，为什么？因为你在洞穴里面轰炸的时候，它的回音很大。啊，木头可以吸收那个整个回音。啊，其实这个是在都在暗光电的暗场附近，然后这个也是，这是后面一个国军的土迷彩。整座山里面都是互相通来通去，这个也是。这个是现在可以进去的。可以。是后来中华民国有驻守？也有，国军后面有接手这个地方。啊，现在就是因为国军也撤掉了，啊，这个东西是后面因为光电暗场开发的时候才被发现说。原来以前二战留这个东西下来，然后这是放机枪堡，它里面还是有那个洞穴路这样穿来穿去，然后再给大家看，里面很多蝙蝠就对了。然后我进去之后才知道蝙蝠的大便会发光，然后蝙蝠大便叫夜光砂，叫中药，可是现在叫你吃大便，你应该不要，叫夜光砂。然后它的光电爱藏。它整座山就是这样，刚刚看它空照的，就是如果美军上来，它会从这边上来，啊，所以日军是他们在这一山，整个山这附近都是挖山洞互通，啊，刚刚司令部是在后面，因为炮弹打上来的时候它是抛线，它没办法打到，啊，光电暗场就在这里，对啊，这不止这里而已，这是第一场暗场，然后这是里面以前国军驻守签名的，然后现在暗场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已经起来了，对吧？对啊，所以这阵子前面山整座挖掉，5000万，
然后这前天拍的整座山就是也是把它剃，盖到山上都盖住的。对，他要盖是11公顷，他们说的啊，详细那一个也没有说。那其实简报这个案子不是说绿能它不是不好，而是在这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因为上次在简报的时候，在居民组成的时候有一个生态敏感区，可是是不是我们能把那个光电的暗场它目前的面积套上像生态敏感区或者是文化遗址这些东西，来让周遭民众知道说其实他们开发的范围，或者政府知道说这些开发的范围是重叠在一起的。因为现在的光电其实都没有不需要经过很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它就能操作，而且光电几乎是稳盈的产业啊，因为你卖的产品是卖给叫台电，对，大概是这样。没有，一分钟，那有的问题要问吗？所以目前要做，现在没填起来，已经填起来，没填起来，那没填，他就是要把它开发完，因为这座山都不见了。有人阻止吗？有啊，可是还是没办法。对啊，哎，这来花了一样。记得哎、欸，没有，可以看，没有照片。所以这里原本是绿色的，原本都是山啊。那拔掉啊！哎啊，他们日进位的房是这个，他们在种次竹，自然的防御公司，对啊，次竹就是竹子上面有武器，对啊，所以等不会靠近，他全部几乎都用掉。这是私人去开发去种那个？这个是财团，就是有打光电加。欸、一个这是国有的，他有国有地、私有地，啊，他都用承租的，因为成本比较低。承租。然后光电政府的那个光电法里面有说，这是因为卖电业是属国家，所以他要承租20年。承租二十年。这是在哪一个乡镇？屏东枋寮。屏东枋寮。关键是可能查石头营。哎、欸，屏东枋寮石头会有一些报道。屏东枋寮好多。对啊，其实是希望说，如果有这种套图啊，就是说把，可是因为光电暗场很多没超过面积，就是在地方县政府，他们也把这些资料公开，叫他说，他发电到底是几 k 瓦，所以既然我们要推绿电，是能把更多绿电的资讯公开出来。对，好，那我们谢谢谢谢叶文分享这个光电。